大家好，我是艾菲，我为你播报4月20号到21号、22号这个周末和下礼拜一的周末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，这个周末狮子座桃花上门了，喜事不断，适合约会。金牛座朋友呢，这个周末适合逛街购物、护肤跟美容，喝下午茶。牡羊座朋友呢，这个周末可以看场电影呢，心情非常的愉快，没有压力。两名星座周末特别小心了，分别是双鱼座朋友，行程会有一些耽误的现象啊，让你心急如焚。巨蟹座朋友呢，这个周末可以做一些身体舒压的动作，让你呢身体比较能够释放压力。那么各星座今天的幸运数字颜色推荐给大家：火象星座请用红色数字8，土象星座请用棕色数字3，风象星座请用银色数字4，水象星座请用蓝色数字7。